体育画报公布了百大球员11到30位，其中凯尔特人的埃尔霍福德排在第16位，而凯里欧文排在第17位。欧文上赛季场均得到 24.4 分、 3.8 个篮板、 5.1 次助攻，霍福德场均 12.9 分、 7.4 个篮板、 4.7 次助攻。欧文是进攻箭头、单打狂人，霍福德主攻能力欠佳，但胜在全面，投、传、防样样精通。